上一集说到呢，北魏这位冯太后，还宠信爱宠两位汉族大臣，一个叫王睿的，一个叫李冲的。那么这两个人是不是平常那些，就是那些女主宠幸那些面首啊，就是那些无用之人呢？还真不是。王睿啊，字洛成，他的父亲呢，本来是魏国国都平城啊，呃，当时一个算卦的这样的一个江湖中人。 说白了呢，就是一挂师。王瑞呢是继承父业，的，青年时代、啊、也是在市肆当中啊，靠给人算卦谋生。虽然是一个算卦的挂师，但王瑞这小伙子呢，相貌堂堂，姿貌伟丽，绝对是个大帅哥。因为名气大呢，他竟然被招入宫中，哎，得到冯太后的接见。见到如此伟岸的身躯和英俊的面容，冯太后呢情不能已。 呃，王睿呢就得以呢陪侍呃这个冯太后，既然得到了这个冯太后的爱慕和赏识，王睿呢马上就被破格提拔为给事中，所以说呢，真正靠脸吃饭，颜值是这个时候就是生产力了。呃，先后什么当过什么散骑常侍啊、侍中啊、吏部尚书啊，还最后还被封为公爵太原公，他在北魏朝廷的官呢，等于说越做越大。 哎，当时这个大帅哥王睿啊，内参机密，外遇政事，受宠日隆。太和二年呢，这个冯太后啊，与当时还是小孩子这个孝文帝啊，拓跋宏，就率领百官、工人啊，去那个御苑那虎圈啊，去观赏大老虎。结果呢，当时有一只偷跑出来掉精大老虎，突然从那阁道上就跑下来，差点就冲到御座之前。 当时左右的卫士和工人全都吓得四散奔逃。说句实话，你说来几个敌人，大伙还能抵抗一下。忽然来一个大老虎，就超出所有人的预想之外，所以一帮人全跑。唯独王睿这一个人呢、啊，挥舞画戟，站在冯太后和小皇帝面前，就是以自己的身体阻挡老虎。王睿呢如此英武，就连老虎也吓得转身退走了。此后呢，一切更不用说了，对他的信任就更重。 转年，这个王睿啊就被升为尚书令，封爵中山王。你看，还治王官二十二人，一个算卦的卦师，如今呢竟然得封王爵，这绝对是千古奇闻了。但是这个王睿啊，实际上绝非是平庸之辈，从从刚才的表现，包括史书上对他的记载，绝对是一个有勇有谋、有义气呃这样一位好汉。由于王睿呢和冯太后呃两情相悦。 冯太后呢，就不断地赐他金银财宝无数。两人这个每次欢愉之后，啊，那些宦官们、啊、那患者们、啊，大篷车装的一车一车，把宫中的宝物，呃，往王睿他们家里送。此外呢，这个冯太后在朝廷大会群臣的时候呢，还名家宝赏，又赐给他田园啊、牛马呀、啊、奴婢呀、啊、啊牲畜无数。为了掩人耳目，以示公平呢。 这冯太后在赏赐王睿的时候呢，对和他同等官职的人们也都一道封赏，哎，所以说这又是一笔大花费，估计是费心用力过度。这个王睿啊，这大帅哥四十八岁的时候得了重病了。当时冯太后和孝文帝那小皇帝亲临探病，啊，不停查问病情，宫内的什么那个御医啊，什么这些相望于路啊，络绎不绝来给他看病。但是呢，呃，最后这个王睿王大人，呃，最终呢，这个不免步入黄泉。 还是死了，所以说呢，王瑞，咱们要读魏书，他的这个名字啊是在《恩性传》当中，但是呢，我们查遍啊他的一生所为啊，除了把国库内宫的东西搬回呃家里以外，这个事儿，这个事儿还不是贪污，是因为冯太后喜欢他，给他赏赐，除此以外，他根本没干过别的呃什么坏事儿。你看，在《和盛法秀》。 当时魏国的一个特有名的这个模拟案当中啊，他还向冯太后进谏忠言，使得当时牵涉案件的大臣和家属得以免死者一千多人。临死呢，王睿还亲自上书啊，提出了呃、啊、施政的一些要略啊，所以说是作为这耿耿忠臣。因此呢，他等于在魏国，无论是对魏国还是对这个冯太后来讲，他绝对都是尽到了他自己的职责。 因此呢，呃，这样的大帅哥他这一死，呃，当时呢，不少人呢也是感到非常惋惜和悲痛。讲了王瑞呢，我们再讲讲冯太后另外一个呃、啊、著名的这个情人李冲。李冲呢，字思顺，是陇西人啊。这个人还真是贵族出身，他跟那王瑞不一样，王瑞他们家是算卦的。这李冲的父亲李宝呢，呃，还曾经这个当过公爵、敦煌公。李冲年轻时代呢，这个人就沉崖有大量。 那清简皎然、呃，又善于交友，哎、呃，他又不喜欢虚度光阴，专心读书。当时呢，就有特别好的那种清誉。他绝对是凭自己的本事做官，呃，一直做到内秘书令。在任上，他又上书冯太后，就首创北魏著名的三长制。这个我们要知道政治史的话，就是三长制在中国古代历史上特别有名。以此呢，来防止当时豪强啊，就是。 隐冒那些佃户和属下平民做奴仆的那个问题，把那个问题得以妥善解决。冯太后呢，当时阅览他的奏章之后，觉得哎，这个官儿提出了个建议真好，就把他的奏章呢拿给当时的宫卿大臣们一同讨论，啊，赞誉有加。所以说呢，呃，这位这个李冲呢，显然是靠才华上位。那么爱才的冯太后呢，呃、哎，当时我估计就像现在的迷妹一样，啊、哎，这心里浮现三个字儿，哎，我可以。 先看到他的奏疏了，觉得再把这大臣呃，就弄到殿内，咱见一见吧。一看又是个帅哥，所以说呢，呃，冯太后呢，顿起爱意，时不时的就把这位风度翩翩的呃大臣呃招到宫内。很快呢，等于是公事儿和私事儿就在一起办了。此后呢，李冲就升了为中书令，赐爵为顺阳侯，接着呢也就封为公爵，陇西公。你看，同先前宠爱王睿一样。 啊，这个冯太后啊，自此之后，常常让宫内一些患者，把、啊、内廷大量的珍宝玉物都送到李冲的府上。那外人呢，也根本就不知道送的东西到底是什么。先前我们要知道，李冲这个陇西李家啊，一向还是很清贫的。从此之后，他们老李家就发家致富了。反正大魏王朝当时国力雄盛，四方进贡不绝。 冯太后呢，以魏国冲国之父啊，宠爱呃一两个情商和智商都是顶级的这样的青年才俊，实际上对当时魏国的国力、啊、是没有丝毫的害处。那么李冲受到冯太后的宠爱之后呢，他并没有像吕后啊、武后啊身边的男宠那样干尽坏事还是骄横跋扈什么。哎，这个人为人气量不凡，学识广博，所以即使在深受冯太后宠信的情况下。 他依旧呢非常的谦逊，而且呢还广散家财，待人接物特好，照顾当时的贫寒的那些读书人，所以说李冲当时的声誉啊，并没有因为哎他是冯太后的情人受到污损。呃，大伙儿都知道，呃，冯太后没事就把他招到宫内商议事儿，反正干什么大伙儿都能猜到。即使在这种情况下呢，李冲的这个名声啊，啊根本就没有受到任何污损。正是因为他的这种行为。 这种乐善好施越来越多人还觉得李大人这个人真是不错的一个人。李冲这个人心怀特别广大他不仅对他李氏宗族的那些叔宗远亲的孤儿照顾有加，甚至对那些和自己家族有过节的人，那些人的后辈也深加呵护。魏朝呢，按照旧制，皇帝对王公重臣都是直呼其名的，那孝文帝拓跋宏就特别尊重李冲。 唯独见到李冲啊，这个大臣是不呼姓名，而叫他李中书。这种称呼我们现在看来啊，小事一桩，但是在封建王朝啊，这可就是非常非常大的事儿。日后呢，冯太后这个崩逝，这个孝文帝拓跋宏真正自己掌权之后，他几次南伐，包括迁都洛阳啊，李冲呢每次啊都是对他加以劝谏，多方考虑，等于是为北魏王朝可以说是殚精竭虑。 李冲四十九岁的时候呢，由于过度的操劳政事，因为那个时候已经是过渡到孝文帝时代了，李冲就病死了。孝文帝拓跋宏呢，亲自为他举哀，放声大哭，悲不自胜。所以说呢，冯太后这个女人，身为太后之尊，即使你看她在找男宠这个方面，她也有过人之处。 彼此，吕后身边那沈易基啊，武后身边那个张易之兄弟啊，还有那些和尚面首啊，冯太后人家的相好，那最终都对皇室忠心不二，而且呢还都是治世能臣。嗯呃、你看那个封建史家基本都是男的，对这个一般来说大肆渲染，但对于冯太后啊这方面的男女之事，没有过多渲染，更没有啊刻意指摘。 还说他怎么怎么怎么样，就是因为他这个几个相好，确实是都是好人。自从北魏孝文帝承平元年起，冯太后以太皇太后之尊临朝听政，虽然身为妇人，但这个冯太后这个人天性聪达，临朝的时候英明力断，醒觉万机，魏国的国家大事全部她一个人说了算。 当时呢，天性孝谨的孝文帝这个小孩，这个少年人，什么事儿也都不敢违背他祖母的意愿，事无巨细都一一禀明冯太后。因为当时啊，孝文帝啊还年少，冯太后啊他自己又做什么劝诫歌三百多篇，又做皇告十八篇，教授孝文帝就如何修养德操，做好皇帝。而且呢，他尊重儒学，在长安呢为孔子立文宣王庙。 平时呢，冯太后自己呢生性也特别简素，她不喜欢特别奢华那种装饰，她自己吃啊喝啊御膳都特别简单，穿着打扮也非常随意。当然了，由于冯太后这一家子都好佛，魏国呢因为敬佛而花费那钱呢确实海了去了，那钱财巨义，黄金上百斤上百斤的使用，那就是为了给佛图金。那么金玉珍宝呢成斗成斗的哎镶嵌在佛堂那些佛像上，形制恢宏。 如果我们今天你看大同的云冈石窟，重要的部分、有名的这就那几个大像，都是冯太后当皇后、皇太后和太皇太后的时候那阵开凿修建，当时的规模比现在要大得多。为什么？当时外头有建筑，当时那个大佛什么全部都不是露天的，大伙儿这一点一定要记住啊！而且它附属的周围那建筑物、那殿堂楼宇、那佛寺都海了去了。现在呢，基本上只剩那几个大佛了。 同时呢，冯太后呢，她又是个性情严明、不徇私情的这样一位女主。左右侍奉她的人呢，但凡有小小过错，她动不动啊，就是大鞭子、大棍子这一顿乱打。但是呢，性不素汉，什么叫性不素汉呢？就是得罪他之后，事情过了就过了，他心中不存任何芥蒂，依然对那些人呢待之如初。由此可见呢，冯太后这个人虽然有性情暴躁的一面。 但他对孙子孝文帝呢，也算是慈明仁爱。呃，这个拓跋宏一出生，他就自己亲自抚育。中间有段时间呢，他看到这少年孝文帝呢日益聪明英达，还也怕孝文帝和他父亲献文帝一样，深恐自己死后这个孙子皇帝会对自己母家不利。呃，就就有一阵儿又想把这孝文帝给废了，但是最终在他大臣李忠等人劝谏下回心转意。 对当时还是个这个少年啊，这个儿童的这样的孝文帝，呢，依旧是善始善终，也就成就了孝文帝，呃，这个日后迁都改制的千秋万岁之名。当然了，作为封建统治者，史书上说冯太后多智略，性猜人，能行大事，生杀刑罚，绝知恶顷。毕竟呢，也知道自己妇道有亏。大胆泼辣的冯太后呢，害怕别人背后议论自己，但凡听到群臣背后有说自己坏话的。 少有猜忌，哎，他马上就会加以诛戮，当机立断。所以说呢，一直到冯太后死前，那孝文帝甚至他都不知道他自己的生母到底是谁。可见冯太后这位女主，当时她那凛凛威风到达何种地步。北魏成名十四年，四十九岁的冯太后崩逝于太和殿，孝文帝拓跋宏呢哀痛至极，五天五夜江水粝米不入口，然后呢给这个自己的祖母。 追视为呢“文明太皇太后”，这就是我们中国历史上赫赫有名的“文明冯太后”。文明冯太后呢，她有两个亲侄女，都是她哥哥冯熙的女儿。姐俩呢，都是由姑姑安排到这个孝文帝身边的。啊、呃，先为皇后呢，呃，是妹妹冯氏。太和十七年呢，冯太后她那个丧礼完毕之后，啊、呃，这个大冯闺女就被册封为皇后。后来呢，她的义母姐姐又进宫了。 啊，就被封为昭仪，与皇后妹妹呢，啊，就开始争宠。先入宫的这位妹妹冯皇后呢，本性呢并不嫉妒，但呢时时常常呢有愧恨之色。那么作为亲姐妹，这个冯昭仪啊，在这个孝文帝面前呢就百般构毁她。呃、啊，枕边风最硬啊，那妹妹冯皇后呢，很快就被废为庶人，罚去寺庙做尼姑，后来又被赐死，在历史上呢就称为废皇后冯氏。 看来啊，女生们不仅要防火防盗，呃、啊，还要防这个塑料姐妹。那么这位姐姐冯昭仪呢，就是后来取代妹妹的位置，也成为皇后的。呃，这位冯皇后呢，她的生母啊出身比较卑贱，所以她的入宫啊要略晚于啊她的妹妹、啊。历史上记载呢，后有姿美，偏见宠幸。那么孝文帝呢，呃，经常南征啊，经常那个到各地去巡游。这位冯皇后呢，不甘寂寞。 与宫中的这个宦官高菩萨啊通奸，所以说这个也是历史上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太监是未阉割干净啊，还是他有别的什么原因啊？他竟然能有功能和这个皇后私通。后来呢，这个冯皇后得知到孝文帝在汝南病重，更然公然不讳的和这个高菩萨呃白昼宣淫。所以说，你看这个宦官的名字还挺好玩，叫高菩萨。不久呢，冯皇后和这个宦官高菩萨通奸的事情就被人告发了。 孝文帝拓跋宏听说之后，害恶至极。他当时啊，呃，从征伐南朝的旅途中回到洛阳之后，就把相关当事人关押在一起审问，弄明白了全部啊这个通奸的这个情状。冯后自己呢，啊，还陈说这个淫乱本末。这个时候呢，孝文帝拓跋宏呢，只留一个卫士在旁边，要让人呢用棉絮把这个卫士的耳朵呢堵得严严实实。所以说呢，冯皇后说的话。 他所坦白的具体细节，自古至今，天下只有他和孝文帝两个人知道。审讯明白之后呢，孝文帝拓跋宏派人就把他的兄弟彭城王、北海王招入殿内，指着冯氏就对他们说：“昔世如嫂，今为路人，但入勿避。”天性极孝的孝文帝呢，他还是思念祖母冯太后的恩德，就没有忍心马上明令把这个冯皇后啊废掉。 待他临终之时呢，才嘱咐两个兄弟赐死这个冯皇后。当时呢，这个冯皇后，你说从前干了这么多丑事儿，还不肯服毒，这两个王爷就揪住他，强行把毒药灌进他的嘴里。那么，这个孝文帝拓跋宏被毒杀的冯皇后呢，历史上呢，等于是被视为幽皇后，文明彭太后。公元四百九十年逝世之后呢，孝文帝拓跋宏呢，才算真正当了皇帝。他亲政时间虽然只有短短的九年。 却完成了北魏从平城迁都洛阳、全面汉化、制度改革等等，在中国历史上影响非常巨大的历史任务。九年足以传世，所以他绝对是高效的皇帝人生。可以这样说，日后隋唐光荣赫赫的大一统国家，孝文帝拓跋宏是真正意义上的奠基者。公元四百九十三年，就北魏孝文帝太和十七年，呃，当时是南齐的这个武帝永明十一年。 经过深思熟虑，孝文帝呢准备迁都洛阳。孝文帝迁都啊，史书上讲的原因、啊、特别简单啊，以平城地寒，六月雨雪，风沙长起，将迁都洛阳。寥寥数语，给人印象呢，孝文帝迁都呢，好像就是因为平城的气候啊导致的。其实呢，完全大谬。从北魏到武帝拓跋圭开始，北魏是以平城为都城，就今天的大同。 他就不断的四处迁移人民，聚集在平城周围，祭口授田，采取汉人的制度，从事农业生产。那么北魏镇守边境六镇兵民的粮食呢，大多数平城方面的取得供应。后来呢，这京城平城的人口越来越多，北魏官吏的队伍也逐渐庞大，他粮食供给问题就慢慢的成为一个巨大的问题。到了明元帝拓跋嗣时期呢，每年一旦遇到这个欠收。 一旦遇到荒年，北魏大臣最重要的朝议就是商量什么呢？是否要迁都？因为当时交通极不发达，用牲畜从关内运粮到平城，不仅沿途消耗多，成本也特别高昂。而北魏统治下的洛阳呢，处于北魏王朝的相对中心地带，可以运达四方，加上平原地区的交通便捷，民以食为天啊！如果去到这个洛阳为首都，这样一来就能解决最根本的问题。 孝文帝迁都还有另外一个重要原因是什么？就是平城的地理位置太接近北方的蛮族柔然了。你想，在道武帝、太武帝时代，胡雪勃勃啊，这战士啊、将领啊，凶悍勇武啊，自然可以把柔然打得嗷嗷狂逃，啊，不敢轻易这个呃、啊、窥视这个平城首都。随着北魏日益南扩，王朝的军事实力和将士素质啊，它不升反降。北魏军队，你打南朝那些军队没问题。 你对付凶悍而又多良马的北方柔然、啊、这个帝国、啊，慢慢就感到吃力了。而且呢，平城那个地方太靠近塞外，稍不留神，柔然铁骑就可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把平城包围起来。如果国都有了闪失，北魏王朝很可能就忽然之间轰然中塌。我们想，日后的中国历史，明朝之亡，实际上就是亡于定都北京。因此呢，当时孝文帝啊，拓跋宏当时想把都城从平城迁到洛阳。 啊，实际上是一个非常明智的举动。这样一来，不仅可以避开北方游然帝国的那种侵略，又可以借机呢向南扩展。如果运气好的话呢，还可以混一南北，成为中华的正统帝王。当然了，当时迁都的选择啊，有洛阳和邺城两个地方可以选择。洛阳呢位于黄河南岸，邺城呢位于黄河北岸。文成帝拓跋浚的时代，大臣们的迁都的这个选择啊，都倾向于邺城。 因为什么呢？冀州和定州啊，这两州的粮食布帛啊，是北魏的主要的收入来源。啊，邺城在那儿呢正好可以作为首都。但是呢，一直受正统儒学熏陶的孝文帝呢，他是以华夏帝王的正朔自居，他自然要定都呢，呃，传统的这个京都洛阳。邺城之地呢，曹操啊、呃、曾经占据那里，遥控汉朝。 借足的这个石勒呢，和前燕的这慕容氏呢，也曾在此经营过，啊，总让人感觉这邺城这地方定位不正。因此呢，孝文帝他的洛阳这个选择呃，实际上也是费尽心思。孝文帝当时已经呃决议迁都洛阳，也担心呢他自己手下的大臣呢不听自己的，就以讨伐南朝齐国啊、呃、为理由，派人呢当朝进行呃卜卦。这个时候，太常卿呃呈上卦象，两个字儿玉格。 孝文帝拓跋宏啊，一下子非常高兴。汤武革命，应于天而顺于人，这卦象是个上卦。当时呢，群臣呢都不敢接话，大家不知道这位锐气正盛的这个皇帝葫芦里,里卖什么药，没人就敢接他的话茬。孝文帝的叔父啊，当时这个任城王拓跋诚这时候出班，谨慎而又坚决地表示了不同的意见，认为这个时候啊，南伐不合时宜。 散朝之后呢，孝文帝就把这叔父拓跋澄唤入内宫，对这王爷讲出实话了、呃。当时就卦论卦，我怕众议纷纷，阻我大计，因此呢，朕声色俱厉。你看，就是想让文武群臣啊，呃、受到我的这种呃威吓。我呢，大魏兴自北方，呃，西居平城、呃，此乃用武之地，非为文治之都。移风易俗，呃，真正实行起来太难了。朕呢，欲以南伐为名。 真正的意思就是想迁都中原。清以为何如？一看皇帝侄子说出实话来了，仁成王拓跋诚也只能附和：“陛下欲平一中原，以经略四海，正是周汉兴隆的气象啊！”孝文帝又不放心，又问：“我们北人呢？呃，习练故旧，呃，必将呢惊扰犹疑。你看这么多王公贵族都在平城地方待惯了，到时候怎么办啊？”仁成王这拓跋诚这个时候呢，呃，还挺赞成、呃、这个。 呃，孝文帝马上就说：“非常之事，故非常人之所及。陛下圣机独断，那些人又能怎么样呢？”孝文帝这个时候啊，哎，有了定心丸了，连忙说：“任城王，啊，你真是我的张良啊！”孝文帝想迁都洛阳啊，当然也有好多位大臣啊上书谏阻，但是孝文帝当时呢心已决，他就拜辞文明太后的永固陵之后，率领三十万大军，又率领所有的文武这个大臣。 以南伐为名，浩浩荡荡就向洛阳进发。大军到达洛阳之后呢，正好赶上了不停的下大雨。孝文帝就先下诏，命令着驻军先发，然后呢，他自己荣服乘马，啊、哎，做出这种执鞭御驾亲征的这个样态。文武大臣见状呢，呼啦啦跪倒一大片，愤愤拦阻。那么事先安排好的主要演员李冲、李大人这个时候也假装做反对状，哎，在那高言道：“陛下南伐。” 天下人所不愿，只有陛下您一个人想这样做。微臣等敢以死谏，请陛下勿行。孝文帝呢，当时也故作大怒状：“朕正欲经营天下，一统南北，清背儒生，屡屡阻我大计，再遇拦阻，刀斧无情。”说着话呢，孝文帝策马挥鞭欲去。他这一次的决心是否能够成功呢？我们下一集接着说。 上一集说到，这个北魏孝文帝，他当时呢亲自是穿上戎服，穿上军装了，一身甲胄，然后亲自登上马，呃，马上就说：“哎，我要从洛阳出发，要南伐。”当时呢，呃，这个北魏的宗室安定王拓跋修啊，那些人，他是事先啊、呃、没有经过排演的，见状大惊，一拥而上。 抓住马龙头，就摇的抱住马的大腿，声泪俱下，就阻止孝文帝啊御驾亲征，呃，往南方这个亲自的去打仗。看看当时火候差不多，孝文帝呢就在马上的故作沉吟状，似乎啊被这些群臣打动了，就说：“你看这次我们魏国兴军，呃，动静特大，动而无成，何以事后啊？嗯，朕事居幽朔。” 就想南迁中原，如果你们呢不让朕南伐也可以，呃不让朕御驾亲征也行，我们呢就迁都洛阳，诸位以为如何？这个时候呢，预先都已经安排好这些群众演员啊，包括什么南安王拓跋真啊、见机，啊，马上发言：成大功者不谋于众。如果陛下您停止南伐，迁都洛邑，此乃臣等之愿，万民之幸也。 群臣这个时候都一齐欢呼“万岁”，随众之心呢万口一词。其实呢，在他所有的一些大臣、文臣、武将当中，尤其那些鲜卑族的那些大臣和武将，都不愿意迁都洛阳。但是呢，这些人又害怕冒生命危险，啊，跟着这个皇帝去南伐。至此呢，两害相权取其轻，那么他们就退而求其次，就不再极力呢反对迁都了。贵为皇帝。 你看，他也得使出演技，这都是从国民大计出发。所以说，治国、啊、呃也是这个一门艺术。至此呢，你看这么大的事情，迁都的大事就一举而定了。孝文帝呢，自然十分欢喜。十一月，他留下尚书李冲，还有将作大将呃董耳等人，啊、呃，留居洛阳，营造新都。他自己呢，呃，又途经邺城，啊、呃，暂时呢，呃，就是回到了这个旧都平城。 迁都洛阳啊，是北魏孝文帝一生当中最重要的功业之一。众所周知啊，历史上所有的改革都是非常艰难而国家的迁都呢，更是事关国体关键中的关键。在北魏当时的歌谣中啊，当然有这样的歌词：“悲平城，驱马入云中，阴山常会雪，荒松无霸风。”虽然这样说啊，但不少中老年那些鲜卑贵,贵族。 他是非常留恋老家那个生活习俗和习惯的，哎，洛阳一带的气候对于这些人来讲还是太湿热了一些。孝文帝拓跋宏迁都啊洛阳，他最根本的考虑啊是文化和政治意义层面的。只有迁都于传统汉地，才能真正的彻底汉化，填平那鲜卑和汉人之间那种心理鸿沟，从根本上消除呢种族之间的矛盾，最终呢。 你看，孝文帝在实际意义上呢取得了成功，尤其他稍后又实行了那些门阀政策，不仅维护了这个鲜卑的高门贵族，同时呢大大提高了汉族高门的地位，使二者呢处于相同的这个平等地位，完全消除了自从西晋末期以来，东晋十六国时期那个胡人国家成立之后那种不可调和、不可避免的民族矛盾。 当然呢，历史的悲剧还在于什么呢？北魏最终还是灭亡于六镇起义的这种阶级矛盾。太和十八年，也就公元四百九十四年春，孝文帝呢回到旧都平城，在任城王拓跋澄等人的协助下，逐渐说服了啊那些不愿意迁都的鲜卑旧臣。年末呢，由于得知南朝的齐明帝把那个少帝给弑了，他自立为帝了，以维持正统自封的北魏孝文帝呢，就准备亲自统兵啊南伐齐国。 出发前呢，他又下诏严禁国内的市民穿着胡服。诏令一下呢，鲜卑族臣民呢，实际上对这个诏令都非常反感。太和十九年，就公元四百九十五年，孝文帝亲自率兵渡淮河，率领三十万铁骑屯兵寿阳。这次北魏军队出兵太仓促了，加上天气湿热，那些北魏的士卒非常疲劳，北魏军队基本上没有什么战果可言，九宫啊，数座城池都没有攻下。 而且呢，当时这个洛阳这个首都出于草创之际，本来就消耗了不少人力物力，加上军中的后勤供应短缺，又有不少的鲜卑贵,贵族反对，呃，出军无功的孝文帝呢，就结果就不得不撤军了。公元四百九十五年，就孝文帝太和十九年七月，孝文帝又亲自下诏令，诏令的内容啊，就是今欲断驻北语。 一统正音，其年三十以上习性已久，可以允许延缓；三十岁以下久在朝廷之人，禁止讲鲜卑语。如果触犯，免官。不久呢，他又再次下诏，就不得与北俗之语于朝廷，违者免所居官。就不停三令五申，就谁要在朝廷上再讲鲜卑话，我就把你官都免了。实施完全的这种汉化。很快呢，北魏又依据这个汉制改革度量衡。 年底呢，孝文帝又废除了北魏这国内长久以来的以货易货的那种交换方式，下令铸造太和五铢钱，而且下诏，公司都得使用这个钱。那么建成了这个洛阳的金庸宫之后呢，孝文帝又下诏在洛阳呢立国子监、太学，还有四门小学。在太和二十年，呃，这个正月，也就是公元四百九十六年，呃，孝文帝呢更做出了令当时的那大臣呃感到吃惊的举动，他干嘛呢？颁布诏书。 表示说什么呢？谓之先出于皇帝，以土德王。夫土者，黄中之色，万物之源也。拓跋氏改姓元氏，因此呢，他的拓跋皇族从此呢就从拓跋变为元姓了。不仅把自己的皇族拓跋氏改姓为元氏，对于其他的鲜卑贵,贵族的大臣的那种大姓，呃，孝文帝呢也下诏让他们全改，八八氏呢改为长孙氏。 达西氏呢改为西氏，这个以詹氏呢改为叔孙氏，丘木陵氏呢改为木氏，布鲁姑氏呢改为陆氏，贺赖氏呢改为贺氏，独孤氏呢改为刘氏，贺楼氏改为楼氏，务纽于氏呢改为于氏，尉迟氏呢改为尉氏，啊，其余所改不可胜计。所以说，为了使他的汉化改革更加彻底吧，孝文帝呢又以范阳卢敏。 啊，清河崔宗伯、荥阳郑西、太原王琼四姓，就是他们这四大家族所代表的四姓，认为是衣冠所推，把这个四家大姓的家里的闺女呢，啊，都纳入后宫啊，出当贵妃啊、贵嫔啊，那意思就是通婚。也就是说呢，论定汉族大姓这个门阀之后呢，他还开通了鲜卑皇室和汉族高门的这种正式通婚的渠道，同时呢，他还下周断定，呃、啊，祝州的氏族门阀。 对官品进行广泛的升降，还品定了鲜卑族的慕、鹿、贺、刘、楼、鱼、纪、玉、八姓为贵姓，就成为和汉族四大姓呢相仿的这种鲜卑大姓。当然了，孝文帝干这个事儿也有骄枉过正。你比如说他的这个宗室王爷咸阳王元熙，他娶的那个鲜卑族的这个王妃啊，呃，他们家的地位不高，孝文帝呢下诏切责。 下诏书，严格的把他们骂了一顿，而且呢，还命令他那六个弟弟重新纳娶正室夫人，而这些王人先前所娶那个正室的那个王妃呢，呃，现在反而成为妾了。所以说，好好的这个鲜卑的贵族女孩，一下因为这道这个皇帝的诏令呢，就变成小老婆。至此呢，这个六王也没办法，分别娶汉族大姓的闺女为正妻。我们想一想，就前几节讲的，就北魏初期太武帝时期呢。 大臣孙皓就是汉人了，他想大整流品，明辨姓族，就得罪了不少的鲜卑权贵最终导致呢，他和他家，包括这崔家，包括与他家联姻的几个汉族门阀大族，呢，整族都被诛杀。如今呢，我们这位鲜卑帝,帝王自上而下进行汉化，竟然呢也能一举成功。当然，孝文帝拓跋宏的这个门阀主义啊，并没有得到当时特别广泛的支持。你包括汉族重臣李冲。 等人也反对，他们愤愤呀，就是认为贤才主义呢，哎，才是应该真正的宗旨。你这个门阀主义啊，还是有点矫枉过正。他们站在世人的立场上，就抵制门阀主义啊这种形式化。但是我们要知道啊，这个中华历史上这些但凡呃雄才武略这些帝王啊，他有的时候要办成事儿，有的时候要就把这个事儿弄成成功，就需要矫枉过正才能行得通。凡事呢，皆有利有弊。 你看，孝文帝大兴门阀，胡汉高门呢倒是把界限还给泯灭了。北朝的韩人阶层呢，除有武功以外，哎，从此之后再无寸进之阶。因此呢，五人阶层逐渐的就乐于见天下有事。原先的六镇的鲜卑将士呢，就逐渐丧失了北魏鲜卑国人崇高的地位，被洛阳朝廷呢逐渐排斥在清流之外。最终呢，这些人揭竿而起，等于是给北魏的皇权呢造成了致命的重击。 这是后话。孝文帝，哎、呃，这个元宏、拓跋宏迁都改姓啊一系列举措吧，啊，一直啊，实际上以来就没有得到这个呃根本性的抵制和反抗，因为他是皇帝嘛。哎，但他的儿子太子元洵却出乎意料的以身作则。那、啊、首先有惊人之举，太子元洵啊是个大胖孩子，特别怕热，尤其是洛阳地区，对于这个大胖孩子来讲啊，气候太热，他苦不堪言。 所以，他常常想念他原先的旧首都平城。孝文帝在朝堂上赐给他堂皇的汉制朝服，这太子元恂只有在上朝的时候穿着，啊，做这样子。一回到自己太子东宫，他就幻想原先他那鲜卑胡服。而他的这个官员就，就那中庶子有个叫高道悦的，他作为东宫的这个官署啊，就常常切谏，一直劝他这孩子，你一定要听皇帝的话，你别惹你父亲不高兴。 这十四岁的大胖孩子呢，对此不仅不领情，内心还十分仇恨啊、呃！跟前这、呃、天天唠唠叨叨打儒。其实呢，所有他这些表现呢，应该也是那种青春期的那种逆反心理。但是放在常人身上也就算了，身为太子，他的一举一动、啊、等于就是天大的事情。公元四百九十六年十月一个晚上，孝文帝呢当时是外出巡视，这太子元恂与左右啊几个小患者密谋。 然后就弄了几匹马，率众就想逃离洛阳，夜奔平城。临行呢，他还把那高道悦，就那汉族大臣呢，手刃就亲自刺死了。平时对他苦口婆心的这个汉族属官，听见宫内乱起，当时也是宗室的禁军首领元延，立刻守住宫门，还有洛阳的各个城门。你想，那个元恂毕竟只是个羽翼未丰的太子。 事先呢，他又没有任何详细的计划，他并不是说想把他爹杀了，自己想怎么样，他就是想回到平城那地方凉快，所以东窜西窜，跑到半夜，他也没能从洛阳城内跑出去。城中的尚书呢，六秀得知消息，连夜疾驰，奔告孝文帝。孝文帝听到这个消息，大惊失色，又不敢声张，依旧假装呢，接着按既定行程接着走。到达目的地之后，他才不紧不慢的啊，往洛阳皇宫。 回到洛阳之后，孝文帝立刻把自己这个太子逮到御前，亲手用大棒猛揍他不已。气急之下，他要令他的弟弟咸阳王元熙带自己接着打这孩子，太不孝顺了。当时打了个大胖孩子，基本上就不能站立，就浑身是伤，伤势养了一个多月，他才能起来走。太子这个举动啊，在当时就形同谋逆。孝文帝啊，喘定之后，马上在皇宫内。 殿堂内召见群臣，商议要废掉自己的太子。当时呢，太子太傅穆亮、少保李冲都是太子名义上的师傅。这两个人呢，当庭免官弃首，跪在那里把自己的官帽摘下来，在那不停磕头，表示我们有罪，呃，训导无方。孝文帝这个时候根本就没有迁怒于人，他就表示：古人有言，大义灭亲。如今元恂被尊为父，欲跨据环朔地区谋逆。 天下未有无君之国，此小儿今日不灭，乃是国家大祸。于是呢，马上下诏废元寻为庶人，在洛阳关入监狱，严兵守卫。啊，平时这个大胖孩子的就给他的那个服食、穿的衣服、供的这个吃的东西，哎、啊，只是让他粗免饥寒而已。基本上呢，堂堂太子现在就变成了北魏一般的一个囚犯这样的待遇。 这大胖孩子的太子爷身陷囹圄之后呢，实际上还挺知道改错，的，常常呢一卷佛经在手，呃，很有归心向善的意思。但是呢，生于天家皇宫，有些过错是绝对犯不得的。一年之后，啊、呃，当时这孝文帝的巡视代地，中尉呢李彪就上奏，就根据奏报说，这太子好像又和他左右的人呢想谋逆。这个时候呢，已经对元恂大感寒心的孝文帝。 不问真伪，就派兄弟袁熙携诏书毒酒，去河阳的他那个监狱，把这个孩子给刺死了。这孩子死的时候才十五岁。孝文帝杀掉太子之后呢，就命令粗官常服，就随便找一个平常的棺材、一般的衣服，就把这孩子给埋了，而且随便找个地方埋掉了。最可惜的是什么呢？就袁询的母亲，这个大胖孩子太子先千白死了。 你看，他儿子并没有当成皇帝，但当时他被册封他为皇太子的时候，他的母亲按照这个魏朝的祖制已经被赐死。除了这个太子元洵以外呢，鲜卑族的兄贵穆泰、陆睿等人呢，也不喜欢这个南伐迁都，也不喜欢汉化，都想拥立宗室啊，这个元昊啊什么的人啊这为皇帝。啊，最终啊，这些等于都些小叛乱，都被孝文帝镇压了。 如果我们对中华这个历史非常熟悉的话，我们就可以发现，北魏孝文帝是中华民族大融合过程当中最最关键的人物之一。正是从他开始，这汉人逐渐消除了对胡族统治者这种恶感，消除了以往中原地区最难泯灭的这种民族界限，使北人南化，南人北化，文治武功源远流长。孝文帝拓跋宏呢，如此雄才大略之主。 就把那鲜卑种族那种勃勃生机，注入到我们汉文明这种衣冠礼仪之中，由此呢，精粹相融，汇集海内，因此日后的大隋和盛唐都是由此啊肇源而出。北魏太和二十一年，也就公元四百九十七年夏天呢，孝文帝一看改革非常顺利，他又想彰显武功，他发兵二十万。 直向南朝杀来，但他天下的事情没有圆满。孝文帝这次南伐呢，也没有什么成功。在宛城呢，还被南朝的齐国南阳太守房伯玉啊埋伏那些虎纹一士兵啊，差点暗杀掉、呃，受到很大的惊吓。左兜右转，魏军呢也没有占得特别大的便宜。太和二十二年（公元四百九十八年）秋末，南朝齐明帝死了。作为南朝敌国皇帝的孝文帝呢，还特别信儒教。 认为呢，礼不伐丧，马上下令引兵而还。回军途中呢，孝文帝因为年长日久，这种四处征伐，劳累过度，忽然患上重病，他就赶往邺城去养病。那么太和二十三年，就公元四百九十九年春天呢，孝文帝又回到洛阳。当时呢，他不顾自己病躯未愈，一入洛阳城之后呢，就召这个任城王元成入见，就问：朕离京以来，风俗有变化吗？ 仁成王元成就回答说：“盛化日新，也就是表示说呢，在皇帝您的教诲下，移风易俗，鲜卑旧俗啊，已经很有改观了。”孝文帝这个时候依旧很不放心，你就说：“你看朕入城的时候啊，见有的车上坐着鲜卑妇人，还是像从前那样戴着尖帽、穿小袄，依旧是一副从前那种打扮。如此又怎的能说上日新呢？”仁成王元成呢就回言。 你看，从前他叫拓跋城了，这阵叫元城。现在穿鲜卑旧服的人少多了。其实呢，不穿鲜卑服装的人也很多。一听自己这位皇叔还用这句话搪塞自己，孝文帝也语重心长，就跟他说：“仁成王啊，此话怎能这样讲呢？如果放任自流，满城富人肯定都会穿回从前的鲜卑旧服。” 那么仁成王元成呢？还有留守的那些官员呢？听孝文帝如此说，就知道这位皇帝改革的意愿非常强烈，等于就变相批评在洛阳负责分化改革的一些官员。于是呢，大家都伏地叩首，免官谢罪。不久呢，这孝文帝还亲自处理了这他自己的冯皇后和那太监高菩萨的通奸案，把这个冯皇后给幽闭了。到了四月间，感觉自己身体有所恢复，那孝文帝重新开始御驾亲征。 想完成他统一中华的梦想，结果呢、呃，行到梁城，他忽然病势加重。不久呢，孝文帝的病越来越重，呃，处于弥留的状态，车驾人马呢只能北还。结果呢，这车驾一行，呃，行至古塘园，就是在今天河南邓州市东南那地方，预感到自己将不久于人世，孝文帝拓跋宏呢，袁弘就安排身后大事，他先赐他自己那皇后自尽，冯后。 以防止啊，日后这个人在垂帘称尊或淫乱国家。接着呢，他又亲自写手诏给新立的太子元恪，嘱咐他继位后、啊、要亲任自己的叔父元谐什么那些人，啊、并遗诏元成等六人为辅政大臣。公元四百九十九年阴历丙午，元宏孝文帝崩逝于古汤园，年仅三十三岁。这个魏国呢，追谥他为孝文皇帝，庙号高祖。 而后呢，他的太子袁克继位，啊，这个袁克呢，就是北魏的宣武帝。孝文帝一生啊，除了迁都改制这个宏伟大业之外，个人品德方面啊，确实是良善多多，史不胜书。你看历史上就是描写他的这个。 善事描写他的人品，那绝对都是好词。什么听懒政事，莫不从善如流；哀思百姓，恒思所以济忆上书奏案，多字巡省；百官大小，无不留心。啊，公总大政，一日万机。所以说，史官的赞美之言啊，啊，绝非虚，确确实实都是实实在在他干的些好事。就史论事啊，孝文帝拓跋宏的丰功伟业那绝对是，如果我们现在想起来。 仔细推究起来啊，那绝对是感天动地，而且对中华历史的影响啊啊非常非常深，而且我觉得会日益被我们后人所重视。就史论事呢，拓跋宏、袁宏是我们中华民族大家庭当中的一位赫赫人杰。 今天啊，接着讲北朝北魏的历史。历史啊，总是在关键的时刻显示出它黑色幽默的啊一个方面。我们要知道，北魏帝国自从道武帝拓跋圭开始，“子贵母死”已经成了北魏王朝不可变更的组织。就说每个皇帝继位之后呢，只能给先前被赐死的母后上尊谥，来意念他自己的生母。 绝对没可能拥有和自己的生母啊那种承欢膝下、共享天年的机会。到北魏末期呢，哎，唯独那胡太后生下了北魏，呃，这个明皇帝元许之后呢，她侥幸逃过被杀的命运。所以说，有时候命运就像天气，可以去预料，但往往出乎意料。最终呢，胡太后这个女人，国权在手，号令天下。 而恰恰在他身上发生了魏王朝列祖列宗最最担心的、一直设法避免、最终却又没法避免的事情，主少母壮、骄淫自恣，又好又大的赫赫魏国，实际上呢，最终就是亡于这个淫荡跋扈的胡太后之手。我们先前天讲过，北魏之所以特别兴盛，因为是有一个冯太后。那么呢，到胡太后结束。 啊，真是长也太后是败也太后，所以我们这一集呢要讲的呢，啊，就是这位精明多智、放纵轻脱的胡太后。北魏孝文帝死后，他的儿子宣武帝元恪继位，在他任上呢，由于元叔元熙这个叛逆之事呢，就使得这位宣武帝元恪对他自己的元姓，也就是拓跋姓的皇族非常不信任，他反而信任谁呢，就是他的舅舅高照。 高照这个人不是什么好人，是个佞臣。他娶了宣武帝姑姑高平公主为妻，他的弟弟呢，高彦的女儿呢，又成为宣武帝这个元恪的皇后。所以呢，这位国舅一时之间权倾内外。得权之后呢，高照就是大结朋党，接连诬陷是北海王元祥啊、清河王这个元义啊、元逆，然后把这两个王爷加以杀害，还不断的挑拨宣武帝元恪。 严防他们这姓袁的这个诸位王族对诸王王府重兵防守，使得当时那个袁姓皇族那些王爷们平时只好待在自己家里大宅子里面，就如同软禁一般。接着呢，高照秘密派工人毒杀失宠多年的顺皇后于氏，还严禁医官啊给于氏三岁的儿子治病，使得宣武帝的这个嫡子夭折了。自此之后呢，朝野之人。 对这个高照是又恨又怕。高照为了进一步给自己树立这个威信威仪啊，他在延长三年，也就公元五百一十四年呢，他自己亲自率领大军征伐蜀地。刚才讲的这些事情呢，都是等于是为了讲胡太后做铺垫。胡太后呢，原名胡春华，她是河州刺史胡国真的闺女，十几岁的时候就被选入宫中。那么胡春华的姑姑呢，本来就是个职业尼姑。 哎，特别会这个讲论佛经。宣武帝元恪初年呢，胡春华的姑姑进入宫中服务，几年之内呢，他和宫内那些宦官啊、嫔妃啊就打得火热，并拜托他们向皇帝进言。哎，我有个侄子，美丽聪明。宣武帝当然好色之徒了，得知消息之后，马上把这位聪明伶俐的小姑娘招入内廷。临幸之后呢，封她为承华侍妇。哎，级别不算太高。 那么，根据魏朝多年以来，呃，太子子贵母死这个旧制，他宫内的嫔妃们实际上一直暗中祈愿自己生柱王公主，没有人愿意生下一个日后能当太子的儿子。哎，偏偏这位胡氏小姑娘胆识不凡，她常常对旁人讲：“天子怎么能没有继承人呢？我不怕自己被赐死，为皇上的这个宗室着想，最好生下儿子能当太子。”胡春华呢，很快就怀孕了。 他的周围的宫婢啊，他就是那些侍女都劝他，想办法不让那孩子流产算了，免得生下儿子啊，说不定就被立为太子。呃，您很快就要被赐死，您这一赐死呢，那我们手里的活也完了，也只能去干那些粗活计了。由于当时宣武帝元恪和皇后于氏，他原先的皇后仅有的儿子已经夭折了，如果胡氏所生是男孩的话，按照顺序是肯定能当太子的。 那么根据魏朝制度，胡崇华作为太子的生母，肯定是要被赐死的。对此呢，呃，当时这个年纪还不大的胡崇华不仅不惧怕，反而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就对佛发誓：“我希望自己能生下个皇子，即使有此身死，在所不辞。”你看，有胆识有魄力，呃，这个人迟早出人头地。果然，胡适生下一孩子，一看，呵，是个皇子，他当时呢就得以晋封为贵嫔。 胡春华当时的牺牲精神，我觉得肯定是让认为已经绝嗣这个皇帝袁克啊，还是有所感动。在此之前呢，宣武帝袁克他可能有一些儿子都生下来了，但不少孩子呢都被他那个当权的舅舅高照啊，或者是高照那侄儿，就是袁克他的皇后高皇后，想方设法都弄死了、毒死了，或者害死了，或者是假装有病怎么死了。 所以说呢，宣武帝元恪呢，虽然说他对后宫那个事儿啊，他不怎么管，但有些事情他略有所知，也深觉可惜。等到这个胡春华呃，这个生了孩子，这皇帝呢，感觉自己你看现在年岁渐长了，对存和的这个唯一的皇子呢，呃，就特别的谨慎，言下诏令加以保护，他亲自选择呃良善之人给这个孩子当乳母和保姆，而且别选宫殿。 对这个孩子进行专门的养育，无论是高皇后也好，还有这孩子的生母胡春华也好，严禁这两个女人前去探视。建昌四年呢，这个宣武帝元恪病死了，时年三十三岁。于是呢，大臣崔光、于忠、王显等人就急忙拥立时年年仅六岁的元诩为帝。这个元诩呢，就是北魏的肃宗孝明帝，也就是胡春华的儿子。当时高皇后。 得知允许这个小孩子被大臣们拥立为帝了，连忙和他呃身边的那些人商议，要把小皇帝的生母啊胡氏杀掉。这个时候呢，大臣崔光、于忠等人知道消息之后呢，就马上派人呃把这个胡贵平安置到高皇后找不到的地方，派兵呢严加看守。由此呢，胡贵平当时心中是特别感激崔光等人。 而当时的高照呢，还守幽重兵在外、啊，在蜀地那地方呢。崔光等大臣就假借高太后的名义，任命高照录尚书事，让他即刻回朝，赶紧办理国政大事。小皇帝元许呢，也被安排以他自己的名义，啊写信，当然肯定是大臣写的，向高照称名告白，就是虽然说当了皇帝的这小孩子还自己称自己的名字，像这位在外的大臣啊，就是舅爷，你赶紧回来吧。 哎，告诉这位国舅爷，说自己的亲爹皇帝死了，你马上率领大军回国回朝。高照虽然是个佞臣，但这个人没有资格做那种大阴谋家。听到京城啊当中先前对自己言听计从的这个这个宣武皇帝元恪崩逝，五雷轰顶一般。当时他只知道朝夕哭泣，天天哭，他真悲痛，没有任何计划哎和这个应变的这种准备。 那么在回来的路上呢、啊，他这一路上哀痛忧恐，掉了不少斤两，嗯，竟然呢一举减肥成功。出发之前是个胖老头，回来之后呵，长身玉立。然后呢，高照一脸的这种憔悴和焦灼，马上赶到太极殿去哭灵。当时呢，对高照一直恨之入骨的高阳王袁庸，还有大臣于忠等人，早就密谋好了，埋伏十几个壮士在殿外。 高照呢，哭灵完毕，马上就被这几个人引到中书省一间房间之内，说要跟他商量事儿。他还没来得及说话，几个大汉一拥而上，啊，就把这高照活活掐死在当地。然后呢，高阳王袁雍等人以小皇帝的名义下诏，宣示高照罪恶，而且称他什么是畏罪自杀，削除他一切知觉。黄昏时分呢，太监就把他尸体从宫中运粪的那个偏门送回他家中。 除掉了高照，大臣们就尊胡贵嫔为皇太妃，废高太后为尼，哎，还把这个高太后啊，哎，迁到这个瑶光寺。瑶光寺本来就是，呃，皇家冷宫，就是安置那些被废的那些嫔妃的。在这阵儿的高太后也过来了。没过多久呢，大臣们又尊皇太妃胡氏为皇太后，并奏请这个皇太后这个胡氏临朝称制，由此呢。 胡崇华，你看这么快就变成了胡太后了。胡太后初掌朝堂，她还不敢特别放肆，她行事称令不称诏。虽然她已经临朝称制了，按理说是可以称诏的，让群臣上书呢，也不是称她为这个陛下，称她为殿下。哎，你看有了机会之后啊，她慢慢的就开始做事儿，越来越果决了。不久呢，逐渐掌握了宫廷内的一切，这个胡太后的胆子越来越大。 就改令称昭，然后呢，群臣呃上书也得称他为陛下，他自称为朕了。胡太后掌权之后，第一个举措呢，就是封他自己的父亲胡国桢为安定公，啊，加侍中官衔为了试探群臣的反应呢，呃，他称自己的独生子小皇帝啊啊不能亲自祭祖，因为他太小，想自己代行祭祀典礼，就问大臣崔光，你看我这样行不行？崔光呢就马上拍马屁。 就援引汉朝邓太后的旧例，就说没问题。您现在是贵为皇太后，肯定没问题。胡太后呢大悦，就在这个大祭的典礼上亲自主持一切，完全就是一个女皇帝的那样的一个作为。胡太后这一家人呢都信佛，你想宣武帝元恪、呃、兴建了巨大的姚光寺，哎、呃，他又开始兴建宏伟的永宁寺，极尽奢华。其中呢，高一丈八尺的这个。 实心佛像就有一座，你想一丈八尺的实心佛像得费多少黄金？至于那些如同真人一般大小的实心金像，有十座，呃，玉石巨佛两个，他还下令什么兴建这个九级浮屠，挖地筑基，深积黄泉，这个浮屠高多少丈？九十丈，上面这个顶刹啊又高十丈，夜深人静之时，这个浮屠风铃飘动，声闻十里之外的地方。这么大的庙宇啊，现在也找不到。 其中的主佛殿呢，呃，就如同呢皇宫太极殿一样宏伟，而南门呢，就像皇宫的端门一样巨大。所以当时那佛寺啊，往往它那规格比它皇宫内的建筑还要高，而且其中的珍宝啊、珠玉啊、啊什么多了去了。光那僧人住的房间就有一千多间，所以说骇人心目。那么根据史书记载呢，就是说自佛法入中国，塔高之上，未之有也。 当时，他下令修造这个佛教建筑多了去了。由于胡太后呢崇敬佛法，呃，北魏的这个国内民众呢，呃，你看上有所好，下必甚焉嘛，好多年轻人就进入沙门当僧人，因此呢，从事生产啊、军旅的这个年轻人就越来越少。一看这个情况发生呢，大臣们就看在眼里，急在心上，这个愤愤的这个劝谏。 胡太后呢，哎，往往这个时候就当作耳旁风。公元五百一十八年呢，胡太后的老爹胡国珍没享几年福，呃、哎，一命呜呼了。胡太后对他爹就极尽哀荣，追赠为相国太师，赐号为太上秦公。然后他把已经先前死去的母亲呢，呃，赐为这个呃太上秦孝穆君，把这个父母的灵柩合葬。 那么，胡太后她亲爹死了之后呢，她还专门为她老爹建造一座崭新的寺庙来祈福。那么这座新建的寺庙呢，就和那永宁寺一样壮丽奢华。这时候，虽然这胡太后啊就崇尚佛法，小皇帝呢又好这个游猎玩乐，但母子二人呢还是能听得进去这些大臣的有时劝谏，因此呢，他们母子二人、啊、所作所为还不是说特别过分。 胡太后呢，毕竟是作为一个后宫的妇人，她平常非常亲近的都是那些宦官啊、宫女啊什么的。哎，她最亲近的一个宦官叫刘唐，这刘公公啊，虽然大字不识一个，但特别善于揣测人主之意，奸谋多端。那这太后呢，纪念他，还、哎、对自己有保护之功。当初那高太后想杀自己，这位大公公那简直是这个无限的忠勇。 因此就下诏升这位刘腾啊为侍中。你要知道，一个平常的官员做到侍中，那得多长时间，多少年，挠几十年都做不到这个官。哎，这大公大字不是一个啊、呃，做了这样侍中的高官。刘腾呢，呃，有了这个官位爵位，广收贿赂，卖官鬻爵。呃，没事就只要别人给他钱，他就帮别人升官。此时呢，胡太后于就把魏王朝的大权呢，全部揽于他自己一个人之手。 逐渐开始呢，做事儿呢就没有所顾忌。不久，天文官就造成天象有变，需要一个贵人之死呢以应之。郭太后这个时候马上想起自己的对手高太后，就派人趁夜黑把那个高太后给做掉啊，当然是毒死、勒死，就不知道怎么反正把你弄死，然后就以埋葬尼姑的礼仪草草的葬掉这一代正宫皇后。长久以来，北魏王朝在中国北方雄霸多年。 包括西边啊那些小国进贡不绝，又和南朝往来贸易，所以说他的府库充盈，万物皆备。有一次呢，胡太后去盛放绢布的仓库去寻完，就对重行的王公大臣一百多人都跟着他笑着表示：“你呐、啊，看谁有力气。”就这里头这个府库里这个绢啊这个布啊随意取，这些宫廷大臣顿时丑态百出，使尽力气左扛右夹，成百匹往家里搬。 当时尚书令李崇，还有张武王元荣这两个人最贪心，这两个人你想，本来都是王公贵族，家里绝对是家趁人直。哎，一听太后说你们随便取这个绢，哎，一下就过过去，这玩命的扛和抱。因此呢，这个东西太重，就颠扑在地，扑倒在地，一个人伤腰，一个人伤脚，一个人脚扭了，一个人把腰都给扭。胡太后看着这两个人是又笑又怒，就让卫士把这两个人赶出仓库，一匹绢都不给他。 一时之间呢，这李崇和袁荣呢就被人当作笑料。当时奉令取绢的这个大臣当中呢，唯独侍中崔光，哎，这个汉臣显得挺廉洁，只取了两匹绢。太后很奇怪，就问他：“你为什么取这么少？你看别人都又夹着又扛着，恨不得两腿都夹着这这一匹绢出来。”崔光回答：“臣只有两只手，只能拿两匹。” 听崔光如此说呢，一旁那些恨不得拿一百匹绢的众大臣呢，都涨红了脸，羞愧难当。崔光这个大臣啊，虽然属于魏朝的忠臣，但还是属于那种明哲保身的那种一类人。后来呢，朝中的那个元乂乱政，胡太后又滥杀，他从来没有加以这个谏劝。呃，这个人属于属于圆滑老臣，呃，进退有度。七十三岁的时候呢，呃，竟然也能善终在家。 北魏王朝在这胡太后掌权初期呢，实际上那个时候势力已经达到极盛，这就恰如一个人死前那种回光返照。当时的魏朝的宗室和贵臣根本就不干正经事儿，只知道什么呢？互相比富，互相炫耀。当时那宗室高阳王元雍，绝对富得到什么地步？富可敌国。他拥有的那个宫室啊，什么元玉啊，什么和皇帝拥有的不相上下。元雍家里啊。 有童仆六千人，我们想一想，六千人伺候他们家，月季五百人，就那些乐队啊，那些美女啊，就五百多人。出行的时候呢，一位啊，呃，塞田满路；回家的时候啊，呃，这歌吹之声连日连夜。他自己一顿饭能吃掉几万钱，而尚书令李从和元雍的身家差不多，但这个人生性吝啬，他常对自己左右人讲：“高阳王一顿饭够我吃一千天的。” 而当时呢，这个元姓的宗室诸王之间呢，常常比富斗富。河间王元琛呢，他总想和元雍比身家，因此他养骏马的马槽呢，都以纯银打制；窗户之上，玉凤衔铃，金龙吐珠。在和诸王宴饮的时候呢，元琛家中的酒器什么有水晶风、玛瑙碗、赤玉杯，各种奇异的酒具制作奇丽，那中原地区所无，好多都是从西域啊或者更远的地方弄过来。 估计现在是，就是西欧那地方过来。有一次呢，一时兴起，元琛就像来宾陈,陈列他家里的这什么，就是就是乐队呀、啊、乐器呀、啊、名马以及各种奇珍异宝，然后带着这些王爷遍观自己的府库金钱绫罗绸缎之后，耀人眼目，不可胜计。洋洋得意之际，元琛就对身边的张武王元荣说：“呃，这这句话，呃，在中国历史上特有名，不恨我不见时从。” 恨石崇不见我。石崇这个人，我们都知道，先前讲过，就西晋那大富人。我们想一想，北魏的这些王公贵族、大臣们如此奢靡，胡太后自己当然也是更奢靡。他不停的下诏书，在全国各地的营建庙观，无穷无尽，永远也不消停。他下令各个州郡啊，兴建五级浮屠，所以说各地的民力啊，为之疲惫不堪。 洛阳城内呢，那些王爷呀、啊、贵人呐、啊、宦官啊、公主等人，为了给自己祈福，也都个个的兴建寺庙，就互相攀比。他这个寺庙说是为了信仰，实际上就是为了攀比。你看，我比你更有钱，所以我的福更大。出于绝对的迷信呢，胡太后这位风华绝代的妇人，还常常在京城各地呢设立斋会，大家施舍，动不动就赏赐万计。 朝廷的府库、啊，慢慢的就越来越虚了，越来越空了。但是呢，他对于真正百姓的疾苦，从来没有过问过啊，从来没有过真正就是说施惠百姓的这样的举措。那么相比历史上其他的太后啊、女皇宠养臣下呢，呃、啊，这个和尚或者无赖之徒充当男宠呢、啊，胡太后算是技高一筹。当时魏国的清河王元懿封仪俊美。 胡太后呢，啊、哎，竟能在宫内逼而言之，我估计也是是用什么药啊，用什么酒啊，哎，堂堂一个王爷，哎，等于是竟然被他的嫂子就是给奸污了吧，也算是千古奇闻。由此可见呢，这个胡太后啊，确实是这个她的行为做派啊，跟当时的妇女是完全不一样。那么这个元义王爷呢，还并非只是一个什么德行轻薄的小白脸儿，这个人在历史上你看记载，他还挺有才能的，呃，非常礼敬世人。 呃，又好诗词，在当时实际上挺有威望的。胡太后的妹夫元义哎、呃，也是个宗室贵族，当时掌管禁军，他他这官衔是领军将军。他和太监刘唐啊，两个人就知道卖官弄权，因此呢，受过元义的申斥，由此对元义啊一直是怀恨在心。那么这个元义和这个刘唐太监密谋之后呢，就指派平日伺候小皇帝，进、呃、膳的太监，呃，一个叫胡定的。 去告发，说原意啊，这个清河王派他毒杀皇帝，而且呢，说这个王爷还许诺，等他称帝之后呢，呃，就给这个太监荣华富贵。小皇帝当时才十一岁，对胡定华这个宦官的告发就信以为真了。别说，作为禁卫军的军官啊，这首领这个原意就和小皇帝啊等人出手，他们就把胡太后幽禁在永巷门内，然后呢，几个人。 呃，又把那个王爷袁毅骗入宫，秘密杀害。那么这个王爷被杀害的时候，年仅三十四岁。而后呢，这帮人呢又诈称胡太后自己的招旨，说太后啊，呃，自己得病了，下诏又还政给小皇帝。由此呢，胡太后就被幽禁在北宫的宣光殿，大门白天黑夜都不开。那么先前呢，他自己那忠臣大太监刘唐呢，自己是亲自掌管门钥匙。 从此以后，这小皇帝元许呢，想见他亲妈这个皇太后都没机会了。这个时候呢，胡太后衣食俱废，挨饿受冻啊，只能叹道：“哎，所谓养虎吃人，也就是讲我这样的人。你看，我把这个刘腾官儿弄大了，把那个妹夫袁毅，呃，叫他当那个禁卫军军将，结果养虎吃人，我自己反受其害。”幽禁了胡太后之后呢，魏朝的大政 在外面就由这个袁毅把持，进宫之内呢就由这太监刘唐统领，这两个人一内一外的威震天下。当时呢，朝中只要有人想升官或者想当官，这两个人就看送礼多少而定。连袁毅的父亲京兆王袁绩也依仗自己儿子的权势，卖官弄权。这些人等于是坏事做绝，呃，大加盘剥，尤其对那个六镇边防那些军将啊，也是大加盘剥，而且私自呢还和南朝。 呃，走私货物，欺男霸女，所以无恶不作。由于魏朝的朝纲大乱，他的边将当中陆续就有人啊逃亡啊到南朝去投降。元姓皇族的宗室呢也接连有什么元正德、元法僧等人啊就开始起事。从此之后，魏国境内的境外的事儿越来越多。 呃，柔然啊，朔州胡人啊，举兵不说，连沃野镇民啊，这破六韩八陵，这高平镇民贺连温啊，什么包括这个南秦州的豪强啊，等等吧，扯旗造反。后来呢，北魏的边防六镇军民啊，都不堪这个虐待，大树反齐，一时间狼烟四起，因此魏国就开始大乱了。而当时北魏秀荣郡有个叫起伏墨余的啊，他也扯起大旗造反。 而当地的秀容酋长呢，有个叫尔朱荣的啊，率兵啊，把这个造反给平灭了。而正是这个小小的部落酋长尔朱荣，日后的就成为胡太后的夺命人了。公元五百二三年四月，哎，大太监呃刘腾病死了。这个时候呢，那个元乂就胡太后的妹夫，已经执政了三四年了，就觉得天下已经完全要他自己掌握，了，对胡太后那个防备之心呢，就逐渐松弛。 胡太后呢，趁着与自己的儿子、亲儿子小皇帝相见的机会，就非常怨恨，表示说呢：“我自己啊，你看这么多年给我幽禁了，我去嵩山当尼姑算了。”说着呢，还拿过剪刀，自己就要剪发，声色俱厉。当时那小皇帝身边还有一些臣子，听皇太后如此说，都苦苦请求：“啊、哎，您这个也不要去当尼姑，您看皇帝现在还是非常惦念您，毕竟他们是血亲呢、啊。”皇太后、小皇帝母子相会。 趁机呢，就一同住在家福殿，娘俩相处几天，互请衷肠啊，互诉衷肠啊，呃，慢慢都觉得袁义挺可恶的。这个时候呢，小皇帝袁许呢，逐渐已经长大成人了，还挺学会演戏。他假装把母子之间的往来情状都一一告知袁义，让袁义觉得自己呢，哎，依旧深受小皇帝的宠信和信任。那么当时，掌握着宫内禁卫军的啊军权这个袁毅，他这一放松。 胡太后和这个小皇帝这个方面，他们又会怎么做呢？他们又会做出什么事儿呢？我们下一集接着说。 上一集说到，啊，这个北魏的胡太后，啊，逐渐呢和他这个儿子这个小皇帝关系修复了，然后就准备惦记上他这个胡太后的妹夫，当时禁卫军的首领元毅了。公元五百二十五年二月，胡太后、小皇帝母子忽然下诏，解除了元毅的这个禁军统帅之职。当时啊，为了安慰和稳住这个元毅。 同时还下诏封他为骠骑大将军，开府一通三司、尚书令、侍中、领左右等等等吧，一系列的虚衔。看到这接二连三的诏书呢，这个袁毅呢心中稍安，就没有干出那种鱼死网破的事儿。总觉得呢自己，你看，毕竟还是这个太后的妹夫，就是没有担心自己完全被废除。胡太后呢？ 把这些权力慢慢收回之后，他毕竟是个富人，袁义呢又是他亲妹夫，因此对这位宗室王爷呢，呃，迟迟的不忍下手。也就是说，你说想把他杀了吧，一时他还不忍心，那自己妹妹就成寡妇了。胡太后夺回这个朝政大权啊，就被袁义贬出的那个宗室，另外一位王爷袁顺就被召还了，也是这个得任侍中之嫌，就这个。 侍中啊，官儿也挺大。有一天呢，他在殿上，啊，就是等于在这个胡太后身边啊，这个侍坐，就是因为他是宗室大臣嘛，就是皇皇亲国戚。然后他就忽然指着太后身后他坐的那个亲妹妹，就说：“陛下，您奈何以一个妹妹的缘故，不名正言顺，啊，对国内宣布元义所犯的罪恶呢，使天下人民不得申冤诉愤？” 胡太后呢，听这元顺如此说呢，也一时间不好说话，她就不知道怎么才回答元顺才好。这个时候呢，这殿下的魏国群臣趁机愤愤发言，就请求要发落元义，这人干坏事太多。小皇帝呢也亲自出面，呃，叫亲妈胡太后，呃，您最好表明态度。犹豫再三，胡太后不得不下诏，赐元义。 和这个袁毅的弟弟袁瓜两个人在家中自尽，等于是也没有显诛，给他们留点情面。经过这几年幽禁之后呢，胡太后这个时候呢又可以畅行其志，你想又是真正的太后虽然当时的徐娘半老吧，也依旧是喜欢浓妆艳抹，不停的外出到贵臣啊、皇亲国戚的家里游幸。为此呢，宗室大臣袁顺范延直谏，按照古礼，妇人丈夫死后应自称未亡人。 头上不能装饰珠玉，衣服上也不能绣有花纹彩色。陛下，您的母临天下，年将四十，整天修饰打扮过度，这怎样怎样能给后世以模范作用呢？你看，元顺是如此不留情面。听见元顺如此说，胡太后啊，当着满朝大臣羞得面红耳赤，佛秀发怒，起驾皇宫。过后呢，他就把元顺。 招到宫内责骂，就是我千里迢迢把你招到朝廷内，呃，给你官儿做，就是让你在大庭广众之下侮辱我吗？元顺啊，当时也是，呃，这直言，陛下您不怕天下人笑话您？难道就以微臣这一句话而感到羞耻吗？你还别说，被这个大臣、被这个宗室元顺这么一埋汰，胡太后呢过后啊，还真小有收敛，但是呢。 哎，这位妇人本性中的那种不济的因子啊，还是没有任何收敛。不久呢，她又喜欢上有个叫郑岩的呃这样一个大臣，马上下诏拜这位大臣为检议大夫，没事就把他招到宫中，呃昼夜伺候。郑岩呢有公休，他也有公休假回家，胡太后就常常让几个患者和他一起回去。为此呢，这郑大夫见到自己的正妻。 啊，只能是匆匆聊上几句家里闲话，马上就被身边的宦官催促回宫，去继续伺候胡太后。这个郑言呢，不仅自己在宫内还和胡太后打成一片，在宫外呢，呃，他还和一个叫徐和的中书舍人狼狈为奸，二人把持内外朝政，当时的时人就称之为徐正。就这两个人都不是好东西，但是权力最大。当时呢，还有个官员黄门侍郎李神轨。 这是宫内宫外也盛传，他和胡太后关系暧昧。李神鬼的父亲谁呢？就是那位，先前我们讲在捐库抗捐过多伤腰那老家伙，那李贤。所以说真是上梁不正下梁歪啊。根据《南史》记载，魏国大将杨大眼的儿子叫杨华，勇武过人，小伙子相貌堂堂,堂。胡太后呢，在朝堂之上见到这身强力壮的美男子，心惊摇荡啊，也逼着这位大将呢，呃，成为自己的面首。 虽然蒙获当朝太后宠幸，这个杨华这位武将啊，心中还是惧祸。你想自己和当朝太后有这么一腿，他就恐怕以后的视线被这个小皇帝发现了，再把自己灭了族。于是呢，趁机他跑回老家，然后呢率着自己的这个宗族不娶，就投降到南朝了，到了梁国避祸。胡太后呢对这位杨华这棒小伙儿追思不已。 亲自还创作了一首叫《杨白华》这个歌词，这个歌词内容呢写的还挺好。阳春二三月，杨柳齐作花，春风一夜入桂踏，杨花飘落落南家。含情出户脚无力，拾得杨花泪沾衣。秋去春还双燕子，愿衔杨花入窠里。你看这首歌是以物拟人。 这个词啊调啊非常凄婉，极尽浓情厚意。那胡太后呢，还让这这宫内的宫女们呢，呃，昼夜啊在那儿呃这个跳舞，然后呢踏足歌唱，呃、啊、就,就唱他自己编的这个歌词来回回忆忆念自己的这位情人。哎，人不是好人，诗词,词确实是一首好诗词。就在这种朝廷荒淫、奸臣当道的局面下呢，魏国的形势是越来越坏。 当时呢，北魏的西北边镇造反之后，南方的二京啊、西营等地那蛮族也纷纷占据山头。接着呢，安州三地的那些戍兵哎就造反，没等这边稳当了，齐州、东清、河郡、东郡、广川、陈郡等地那些兵民四处响应，所以当时北魏整个国家啊处于那种分崩离析的状态。 在镇压国内这个叛乱过程当中呢，北魏的秀荣郡,郡那个地方军阀这尔朱荣就日益强大，他被封为了安北将军，什么都督环朔啊陶鲁驻军事。尔朱荣呢带兵路过四周的时候，当时那个刺史啊，这个玉庆斌不开城门迎接，尔朱荣竟然派兵呢直接把这个四周给攻取了，然后他自己派去自己人当刺史。对此呢，这个时候的魏朝也不敢管。 就眼睁睁看一方地头蛇横行，到后来呢，我们先前说过，南朝这个梁国把齐给灭了嘛。那个时候，齐国的贵族逃到魏国的这个宗室叫萧宝寅的，这个时候他在关中那地方也是趁乱称帝，而且把这个关右大片地区都占领了，因此魏国当时乱七八糟。公元五百二十八年，小皇帝元许，他有个妃子，呃，姓潘，呃，是是当时是嫔妃。 潘嫔吧生下了一个闺女，胡太后对外呢还诈称啊有皇子降生，宣布大赦，改元武泰。自从胡太后再次临朝以来，北魏朝中的奸臣擅权，政事紊乱，纲纪松弛，恩威不立，因此呢，不仅国内盗贼横行，他这个周边的疆土也越来越少。胡太后的儿子孝明帝元诩呢，逐渐呢就长大成人了。 你想从一个小孩儿、六岁小孩儿，慢慢变成一少年，哎，慢慢变成一个青少年。胡太后本人呢，又知自,自知道自己啊，这个复行有亏，很怕的左右人啊，把自己的丑行，就是跟那些大臣通奸的这个事情，泄露给他儿子知道。于是呢，凡是那小皇帝身边有爱信的人，他都想方设法把这帮人外放除掉。 不让皇帝儿子知道外面呃这个这个政务还有朝事。当时呢，北魏的散骑常侍这个官员古世辉和小皇帝特别桃缘，两个人经常啊呃相谈很久。胡太后听说之后呢，就任命这古世辉为外州的刺史。古世辉当时他不想外任，这个胡太后就找人诬称他有罪，然后把这人杀掉了。再过不久呢，又有个密多道人，这个所谓的密多道人就是个和尚，他能通晓胡语。 小皇帝呢，啊，经常跟他聊，啊，这个、这个、笑谈中日。其实这两个人所聊根本就没别的，就是他就问这个道人境外西域啊一些奇闻异事。但胡太后就特担心这个和尚说出自己和大臣通奸的什么事情，马上暗中派人在城南寺庙中把这个和尚也给杀掉了。然后呢，对外就说他是被盗贼所杀，还假装呃悬赏捉,捉拿这个杀手。以上种种这些事情呢？ 小皇帝元许呢，逐渐是心知肚明，他母子之间这个嫌隙就越来越大。就在这个胡太后和他儿子这个元许，这个皇帝之间，这母子之间产生嫌隙的时候呢，呃，这个秀荣郡的尔朱荣呢，这个地方军阀的羽翼已经丰满了，他就对魏国的国政啊产生出觊觎之心。这个时候，他上书朝廷，就要求允许自己率领精兵入原象州。 象州就是今天河南北部安阳市和今天河北省临漳县就那一带。冯太后呢对尔朱荣这个人还挺警惕，马上以朝廷名义礼貌回绝，表示说北海王元昊已经率领两万精兵奔赴象州了，不许你再出兵了。尔朱荣一看此策不行，就召集手下兵马，在这个自己呀、啊，在这个马邑呀、井陉那块圈出好大一块地方，准备找机会呢大行其事。 这个时候呢，北魏朝中的奸臣徐和就劝说这个冯太后，要朝廷啊给尔朱荣属下颁赐侍书铁券，借此呢来离间这尔朱荣和他属下的关系。尔朱荣知道这个事之后，就心中更恨冯太后和他手下那几个这个臣下。小皇帝孝明帝啊元许这个时候越来越大了，心中也特别讨厌郑俨、徐和这两个人。 朝中大大权都是这两个人所把握，啊，其中啊，这这个还都是他妈的、这个、情夫和面首。由于上面有母亲冯太后压着，他呢自己势单力孤，所以说即使尊为皇帝，他也不可能在朝中就把这两个人除掉。情急之中呢，这小皇帝想出一下招，他秘密下招，就私招给那尔朱荣，让他举兵内向都城，想借尔朱荣的兵威啊，胁迫了胡太后归政给自己。 尔朱荣接到小皇帝的密诏之后，大喜过望，马上派他手下大将高欢为先锋，就直杀洛阳而来。这个高欢，我们日后也要讲，日后这个人也是化家为国，就是创立了北齐。尔朱荣他手下高欢的军队到了上党，哎，当时不知道出于什么原因，小皇帝呢，元许可能觉得有些后悔，又派人携带密诏，制止尔朱荣军队前行，就说你先在这等着，咱们再再看看这个势头怎么发展。 这个时候呢，呃，这个胡太后那个两个最宠信的大臣郑言和徐和两个人就害怕，啊，自己祸事临头，不停地向那个胡太后吹枕边风，就极力劝说胡太后，你还是先动手，否则的话，弄不好皇帝就对您动手了。还别说，这个胡太后啊，绝对是属于那种，哎，淫妇心毒，一咬牙就派人在宫内啊毒死了年仅十九岁的亲儿子。 就是这个魏明帝元许，我们都知道有一句话叫“虎毒不食子”。你想，先前北魏那文明冯太后啊，都是毒死他名义上的儿子献文帝拓跋宏，但这个事只是个传说，没有坐实。即使这事儿是真的，毕竟那还不是冯太后她自己的亲生儿子嘛。而这个肃宗孝明帝元许，是真正胡太后她自己生出来的，是真正的血亲的亲儿子。既然把自己儿子都毒死了。 这胡太后呢，就先立啊，就是他这个儿子孝明帝元诩，他那个嫔妃那个潘嫔所生的皇女为帝，他对外的声称这是皇子了。很快他又改变主意，又迎立、啊、就是这个元姓宗室啊，这个元宝辉的世子元昭啊为皇帝。为什么他迎立元昭当皇帝呢？因为元昭的小孩才三岁，胡太后呢自己想要长久的把持国政，所以呢他才拥立这些特别小的小孩儿。 这个就跟日后那些慈禧什么干的事儿一样。而周荣听到这个消息之后大怒，就对左右高言：“肃宗皇帝晏驾，虽然已经十九岁了，国内国外还说他是右军，现在胡太后扶了一个还不能讲清楚话的小孩儿君临天下，这种事做出这样事来，还想要国家太平，怎么可能呢？” 于是呢，尔朱荣一面派军杀向洛阳，一面自己又立了一个皇帝。哎，当时也是个宗室，就长乐王元子攸。胡太后听说尔朱荣起兵的消息，非常恐惧，就赶忙召集这个朝内的王公大臣商议。这个时候，几乎所有的大臣都心中暗恨，太后灭绝人伦。你想能把你自己亲儿子都毒杀，那是我们的皇帝呀、啊，就没有一个人肯出来献计献策。 这个时候呢，只有这个老情夫，这个胡太后老情夫徐和说了：“哎，尔朱荣小小一胡人，竟敢兵锋直指朝廷，我们朝廷大军一逸到劳，肯定能杀败他。”胡太后呢一听，还真信以为真了，就派另外一个面首李神鬼统领大兵去抵御。这个李神鬼呢，率领大军，呃，赶到河桥，听说北中那个地方失陷了，吓得回马狂逃。 朝中的这个徐和呢，胡太后这个面首，听说消息之后脑子也快，马上伪造诏书，连夜从那个这个御用的马厩当中取出最好的快马十匹，然后呢他就向兖州呃奔逃。胡太后另外那个宠臣，也是他的面首郑郑岩呢，吓得连夜奔逃回老家。至此呢，人在京城的胡太后实际上就孤家寡人一个了，她只好连夜下令。 就是他儿子，呃，孝明帝元许的那些嫔妃，告诉那些嫔妃，全部给我剃发出家，然后呢，他自己也亲自落发，剃个光头，对外表示说呢，愿意落发为尼，来赎自己的罪过。这个时候，尔朱荣率领大军就抵达京城，马上召集百官，让他们拜见自己新立的皇帝元子攸。这个元子攸呢，就是北魏的魏敬宗。同时呢，他派禁兵直扑宫内。 把这个胡太后啊，还有那个一脸懵懂的小皇帝的元昭三岁那小孩一起都抓起来了。胡太后在这个时候完全失去往日的威风，费尽口舌，跪在地上向尔朱荣啊陈说这个事情始末缘由啊，解释呢他自己的所作所为。风水轮流转，面对这位曾经母临天下、不可一世的胡太后，尔朱荣是一声冷笑，拂衣而起。公元五百二十八年，就北魏武泰元年。 农历四月十三，尔朱荣呢就胁迫胡太后，还有那小皇帝元昭离开洛阳。当尔朱荣的军队呢走到河阴的时候，就今天的荥阳市，尔朱就下令把这胡太后和那小皇帝一块投入黄河之中淹死。滔滔浊流之中，哎，浮沉之际，咱也不知道这胡太后呛死之前是否会觉得自己恶贯满盈。那么说完这位胡太后呢，我们接着就该讲这位尔朱荣了。 尔朱荣，他对于北魏国家来讲，啊，可以用十个字来说：功高曹孟德，货比肥董卓。他和他被他英进黄河那淹死的胡太后一样，都是北魏王朝的掘墓人。我们要知道，北魏王朝本来是一国力强盛，当时空闲百万，啊，精兵无数，这样一个北方大国。孝文帝迁都洛阳之后，全面汉化。 啊，呃、他这个汉化一方面促进了中华民族大融合，另一方面，马背民族一旦经过这个儒释道浸染，啊，他这个精粹渣子，他就会不加选择的加以全部吸收，勃勃雄武顿时就变成这个儒雅和奢靡。孝文帝改革儒化之后，北魏的尚武之风啊急剧消退，南朝那种坐谈之俗很快在魏国就成为时尚。 所以昔日那些马上雄豪们摇身一变，变为衣冠士人。北魏整个国家呢，又处于北方周边啊那些民部族民族的觊觎之下，由此呢，它隐患已经悄然滋长。当然了，如果有个寿命稍微长，而且又比较由人的守成之主，北魏王朝的命运应该会更长久一些。偏偏呢，这个北魏王朝几个皇帝都寿数不长，往往二三十岁得病而死。 或者是在三四十,十岁的壮年啊，就被弑掉了；或者十几、二十几岁就被母后给毒杀了。北魏孝文帝死之后，他的儿子，我们先前,前也说了，世宗宣武帝元恪在位十七年，三十三岁病死了。宣武帝的儿子孝明帝呢，元元许六岁继位，在位十三年，十九岁被他亲妈胡太后毒死了。胡太后自己临朝秉政，淫荡自恣，啊，这个这个内宠面首，外奢财物。 对国内人民是取之尽锱铢，用之如泥沙，所以当时是上恨下怨，民不聊生。当时啊，实际上北魏还真没有什么外忧，从前一直和北魏为敌的柔然，还有南方的梁朝啊，都没有对魏国有什么大规模的战事，反而就是他国内啊那个人民，国内的军阵到处造反，因此呢，一时间四处乱起，堂堂大魏呢，竟然在短时间内就被蛀空了。 这个时候就只等着一只强有力的手轻轻推他一下，他马上呃就就一下轰然倒地。英雄莫问出处，在群雄四起、狼烟遍地的这种情势下，尔朱荣出场了。尔朱荣呢，字天宝，是魏国的北秀容人。尔朱荣的先世呢，一一直居住在尔朱川这个地方，因此他是以居地为姓氏。几代以来，尔朱氏就是一直作为部落酋长。他呢是属于契胡种类。 其实和后赵的石勒、石虎那羯族是属于一个支属的。此外呢，也有学者考证说，尔朱荣所属的所谓的契胡，也可能是吉胡。他们所在的居住地啊，和这个反晋之前那个南匈奴的刘渊基本重合，有可能是南匈奴的后裔和支系。无论怎么样吧，这个尔朱荣他的族属肯定是不属于汉族，而是属于那种中等汉化的胡人。但相貌和长相上，也属于和当地汉人混血之后那个样子。 因此，他们的体貌更加健硕。尔朱荣的爷爷呢，名叫尔朱代琴他曾经数次跟随北魏太武帝拓跋焘外出征伐，屡建功勋。尔朱荣的父亲呢，就叫尔朱新兴，也是这个世袭尔朱部落的酋长。到尔朱新兴这一辈子，他的部落的财富特别丰盈，牛羊驼马无数。当时他们家的牲畜啊，都不是以匹、以头来计算，是以山谷为计算。 说说这这家趁人直，当时北魏朝廷每每当发生战事的时候，尔朱新兴就出人出马出钱出粮。北魏的孝文帝啊，对这个尔朱新兴还特欣赏，就拜他为右将军、光禄大夫。迁都洛阳之后呢，孝文帝还特别准许尔朱新兴啊，冬天啊朝拜京师，呃夏天呢就回归他自己的部落，接着就统领他的部落。每次入京朝会，王公贵族都以大量的珍丸相送。 尔朱新兴呢，也往往带了无数的名马回赠给这些王公大人，因此在洛阳人缘特别好。因此呢，到后来他被加封为散骑常侍、平北将军、秀荣第一领民酋长，所以整个南北秀荣地区都归他们尔朱氏统领。到了北魏肃宗孝明帝元诩在位的时候，就胡太后的儿子在位的时候，尔朱新兴就恳请自己把酋长位置传传给自己的儿子尔朱荣，他自己就光荣退休了。 朝廷得报呢，自然允许啊，这么一个忠勇的了、这个，这个这这个这个首领，啊马上就允许他的这个所请。几年之后呢，耳朱新兴，寿终正寝，啊，活到七十四岁。当年梅老师我这个年轻的时候，这个读这个《资治通鉴》，《资治通鉴》我读了无数遍，就想象啊，这位北魏末期跋扈无道的朱荣，肯定的相貌和那安禄山差不多，是胡人嘛，肯定是个富大如轮，满脸络腮胡子一，一丑陋肮脏大胖子。 细读《北史》《魏书》那些史籍、那些原原,原书啊，才知道尔朱荣这个人啊，就本来历史记述他的相貌啊，呃、啊，竟然是什么呢？洁白美容貌，肉耳神机明绝。就是说尔朱荣这个人皮肤白皙，容貌俊美，自小就聪明伶俐，啊，是这样一个美男子。长大之后呢，尔朱荣哎，喜欢涉猎。 每次召集的部民涉猎，都以军阵之法，哎，来进行这个打猎，号令严肃。所以说，当时他就体现出他非常非常高超的这种军事才能。尔朱荣的父亲尔朱新兴把爵位给他了，当时呢，正好是这个呃北魏的孝明帝元许正光年间，呃，胡太后呢是跋览朝政，呃，一时之间呢，四方兵起，天下大乱。 看到天下大乱呢，尔朱荣就召集他自己手下人马啊，准备这个呃开始这个呃行他自己的这种野心。北魏天下刚刚大乱的时候，说句实话，这尔朱荣还挺忠勇。他先是召集自己这个所部的兵马，然后呢，呃，跟随北魏的大臣李崇和入侵魏国的国境的柔然可汗阿那贵作战，率领他手下四千人奋勇追击，把这这个柔然追到大漠。 接着呢，他又受命镇压这个南秀荣的这个一些反叛，又平灭秀荣郡。我刚才说了，起福这个墨鱼等的反叛，他就被朝廷封为直阁将军、平北将军。不久呢，这附近的瓜寺一带有个叫刘娥如的，可能是匈奴部族的啊、呃，作乱，啊、呃，又敕勒的什么呃北列部落作乱，呃、都被尔朱荣一一讨平。因为他功大，当时他就被封为安平县开国侯，而且给他十亿一千户。 由于尔朱荣连年的南征北战，赫赫武功，他就被当时的北魏朝廷晋升为北道都督。北魏王朝呢，越来越觉得，你看尔朱荣这样的打仗的人真不多，就封他为五位将军，啊，又加封他为什么史持节安北将军啊？呃，都督横槊，什么陶裸驻军啊？又进封他为公爵，柏陵郡公，又给他增邑五百户。南征北战之中呢，你想人马原本不过一万的尔朱荣，就逐渐弄清楚魏朝的。 当时那种虚弱的现实了，了解到呢，数以十万、百万计的王朝军队和当下那些作乱反叛的乌合之众都一样，不堪一击。到了这个时候，尔朱荣的野心呢，那就逐渐的呃抑制不住了。那么这位尔朱荣接下来到底又干出什么事情来呢？我们下一集接着说。